宇宙之星世界的本源，传说升龙大陆的龙神即为宇宙之星碎片所化。在与邪恶食神的漫长较量中，龙神挤出最后一丝气力，凝聚成龙之沙，继续守护他的子民。世人只知龙之沙强大，殊不知龙之沙启动时沙石灰扬，世界又将轮回出何种模样。用热血守护热血，用匠心铸造匠心。